乐高积木的灵活多样、变化无穷的特点一直广受欢迎。在枫泾镇，就有一位乐高达人王军涛。最近，他用乐高积木搭建出了枫泾牌楼，可谓是惟妙惟肖。一起去看看。乐高达人王军涛独自设计搭建的枫泾牌楼，外形高35厘米，宽45厘米，使用约1200颗乐高积木拼砌而成，其雕梁画柱十分逼真。 就连四根柱子上的两对鎏金楹联都是按照实物原型按比例复制的，最大限度地还原了枫泾牌楼的模样。王俊涛说：“为了真实地还原牌楼的特色细节，花了不少心思。”在枫泾的牌楼上面，有4个白色的牛头，然后如何用简单的乐高砖的形式来展现出这牛头，我的确动了不少的心思。还有就是，无论说这边一些柱子的数量啊。 包括说这边一些浮雕的样子啊，我都能尽可能的用乐高把它展现了出来。王军涛说：“乐高能带来无限想象力和创作空间，他希望用乐高展现家乡的美好。”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枫泾人，然后对这片土地呢有着自己一个很深的一个情感。我就想每天都能看到的枫泾的一些东西，能不能用乐高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，包括枫泾的三桥啊，包括说枫泾的一些。 钉体包括状元糕这些小的东西，由小到大都可以用乐高来给它呈现出来，应该是一个比较漂亮的一系列的一个作品。